新娘的五个优点：聪明、漂亮、身材好、皮肤白、头发长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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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个昵称：老婆。大声一点好不好？老婆。对。宝贝。最后一个有三个字。对，三个。亲爱的。是。庄淑琴。No。一种食物。黑黑的，每天吃的。我翻一下对话记录。黑黑的啊，黑黑圆圆的，椭圆形的。小皮蛋。哇。准备的 dress code， 好，就这样，不是啊，我就上不来妹，真的啦，你买的size太小了，白痴哦。哎，自带，哎，帅，好了。第一关是比大小，抽扑克牌，那必须要大3点，那才赢我们。那如果说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比我们小的话，那就全部一起玩。漂亮。哇哇！等一下，超大把比一下，八好，那个十八，哇，好大，输一定输，一定输，他一已经抽掉了。我们现场帮我们倒数10秒，预备，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不是，你脚不要放我那里。好全接种，接种，放屁！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们丢，那你要接，好，开始喽，好，丢，别闹了，丢过，你丢许愿池哦，你要动一下，你要动吗？老婆呢，都是对的，有没有听到？哟。没有，有发现老婆有错的话呢，那就是我不对。如果老婆真的有错呢，那就是我看错了。老婆永远是对的，就跟大哥一样。老婆永远不会没有钱，因为我会给她。好，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，老婆？最后一条很可以。对我说吗？有啊，我爱你啊，就这样，我爱你啊。刚刚的最后一条是什么？这个老婆不会没有钱的，因为我会把钱都给你啊。祝福你们友谊爱的河，天天都美好，每天都很开心的拥抱自己，拥抱相爱的。谢谢爸爸妈妈把淑琴养这么大。他以后就交给我就好，他疼爱他，没问题，他包容。今天你的成为父亲啊，有什么代志，大家好啊，参详，好沟通，
啊，有闲啊，就回来看爸爸妈妈。谢谢爸爸妈妈照顾我，爸爸我把我养得这么漂亮，我找到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了，但我依然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。台中很近，我随时都会回家。你们要陪我一起逛街，带我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吃好料的。你们是朵个儿子，不是嫁出去的女儿。我永远爱你们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我爸妈这么正式的讲话，我连我要求婚跟结婚都是传赖给我妈的。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这么照顾我，让我明白做人的道理。虽然爸妈不能选择小孩，小孩也不能选择爸妈，但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选100次，我还是会选择当你们的小孩。